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多。我们现在去那个苏泊尔大厦，前辈和她的闺蜜已经在前面了。我们这回走后门进去，待会9点钟要开始直播了。现在是8点钟，先去早早的做准备。其实前辈昨天都特别的紧张，然后她把她的闺蜜叫过来了，有自己人在嘛，就是她会安心一点，放轻松。哇，大家基本上都已经就位了。待会儿前辈就要在这里直播了啊，他去上一个卫生间，他太紧张了。这是待会儿要讲的其中一部分产品啊，空气炸锅、榨汁机、电饼铛，还有这个多功能锅，这个其实真的很实用。还有吐司机、养生壶。上了一个卫生间，好多了吗？像不像是考试之前，或者比赛之前？接吻的时候这么紧张吗？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、两台电脑、三台电脑、四台电脑、五台电脑盯着后台看的。我们开始啦！有破壁机的，有破壁机。谢谢你们加油。我也有的，压力我也有的。跟我互动互动，然后咱们就是这个去做个揖，跟我互动一下。刚好喝了嘛，对。我觉得可以买回去给爸爸或者男朋友、老公。像我这个年纪也需要了。可以给男朋友买一个东西的，就炸鸡。是的，炸鸡能吃吗？能吃。闻到香味了吗？月影小哥都香味了，旁边都流口水了。是的。空气炸锅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有很多话要讲，因为我自己家里啊，空气炸锅使用率真的是非常高。对，大家以往看我们视频就知道，他会网上搜各种的炸鸡、炸锅、炸薯条，还有那个口蘑塞虾滑，哇，特别好吃。还有前几天发那个视频，就是那个排骨，大家有看吗？哇，香的嘞，特别好吃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一下。看着屏幕就要流口水了，真的好看。说实话，现在好看呀，电器，它这个跟咱们刚才那个厨房电器都能配套。是的。我还是比较在乎颜值，我觉得对女生好像都比较在乎颜值。对，我也是。对，其实就是很简单的，你不会厨艺，就是说你现在也可以放进去。对，现在就放进去，等它滋啦滋啦的时候，对，翻面就好了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。